为了洗刷过去流浪犬的不实罪名，他用毕生陪伴折翼天使，用爱软化人间。Hello， 各位蹦极的粉丝，大家好，我也是他的粉丝，我叫张怀生，飞啦。蹦极很厉害耶，他已经服务了，要迈入第十年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大家要陪伴他，然后给他很大的鼓励，让他再做更多的服务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更加开心。谢谢你们，亲爱的蹦极，我们来为公益加油，加油！蹦极，谢谢你的付出啊，也请你继续为大家服务。蹦极，谢谢你为公益服务那么多年。也是。